希望大家能夠在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當筆我不知道可能下次更新了呢是不是怎知道下次可能變成白五大那現在記住現在還有一個方法呢是除了你抽到原生 SSR 之外呢是比較快速拿到金牌交換所金牌的就是這個了我講一次了 OK 嗱 OK 看一次嗱你 under 什麼條件呢就是你只需要將一些原生的 SR、升了 level 佢，是抽回來的覺醒了它什麼叫原生 SR 呢就是說只是抽回來的那些抽蛋扭蛋由扭蛋機得到的打那些不計算、okay? 打那些得銀銅牌的是啦譬如說我現在見到這裡有一堆史萊達、打回來的打回來的史萊達呢都打的是不是有一隻是抽的力那隻是打的力那隻這隻史萊達呢是平時擦鋼林的你見到的是施技的難手的這一隻呢就不適用於史坦的方法的、OK 嗱，同都是史萊達不過抽回來的造技屬性不過造技這一隻呢就是適用於我們的方法的 OK好嗎即是我要將這張 SR 史萊達升到 SSR 先然後喂給另一隻 SSR 那我就可以得到15塊金牌了是這麼易解釋呢就沒人問的了問題好你即即示範一下啦我試多次給你看好不好我剛才 那句內容是沒錯的嘛沒錯的沒錯我們見面到史坦今天就專門為了節目做了準備的希望呢看條片都不明白的你呢今天都明白了、okay? 如果你都是不明白呢就真的沒辦法了、okay? 因為金牌來說對我來說我自己都有刷金牌的、因為金牌的必中 SSR 券呢的而且確是很吸引的今天金牌數目榜是 OK 看著我後衛早田 OK嗱呢只咧係抽翻嚟嘅後衞嚟嘅，唔係拆翻嚟嘅。嗱你見到嘛？嗱跟住咧我就將佢升 level，好冇啊？嗱譬如話依個啦，覺醒咗佢先，夠唔夠啊？唔夠啦，唔係你有隻60 level 噶嘛？由於時間嘅關係，喂我食咗㗎啦，冇錯。嗱呢個 level 噶嘛，你夠啊？見唔見到？唔係我睇我呢只係咪用緊嗰只先？係用緊嗰只啊，未使用中呢只。冇啊冇啊，有使用中嘅。有字啊嘛。有冇學技啊？有學呢招學咗技嘅，學咗技嘅。OK， 咁啊，我學咗。學咗技啦，冇錯。嗱，咁我哋而家就做一次睇好冇啊？我喺個陣度掹翻走佢先，係啦。因為今日咧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喺佢修改啲所謂嘅嗰啲咩啊？嗰啲叫做修改筆之前咧，可以盡量利用到。因為我又唔怕，我又唔驚，我又唔怕分享嘅，我有乜所謂？我最想你分享這個都不是筆來的我覺得那我始終是給了錢抽的嘛是啊給錢抽我給了東西下去升 SSR 的嘛系統來的嘛這個是 OK 嗱，我掹走佢先很多巴打不懂利用這個系統的是啦、啊、那我告訴你嗱，記住 Even 呢拆分的那個都不是筆來的、都不是外掛來的是個系統來的分數計算是啊你利用分數計算那個漏洞去做而已那個不是叫漏洞是利用針對性去處理而已我叫針對部署那個不是外掛也不是用筆的是啊 OK 那我們做一次先好不好來了那我連我由食牌開始啦好不好那我們揀一隻我們揀一隻剛才的後早田的後衛啦好不好仲使用中的屌你有幾個陣嘛這隻嘛這隻啦時間彈啦這隻有沒有學技先買就沒有啦這隻我怕吃錯我有學到的有些東西吃錯只有幾個司機你不是吧那麼撚吝嗇OK 好了這隻了早年了那我吃吃家了不就行了不嬲孤寒了屌你了 OK 我吃一些技卡不是速卡它是不是速是啊行動迅速速速行動迅速好撚多是好好無謂我當洗即是洗那些位置而已沒錯我哋做500萬喎，我得翻50萬喎。好啦，好啦，好啦，爹哋我好窮。嗱，你記住，我哋嗱，我話我放定話先啦。而家 JET 俱樂部咧，有一班懶人啊，唔撚喐嘅。喺黃金時間咧都唔打嘅，又唔撚出現。OK， 又平時協力又唔出現，要清啊。所以我哋要清人噶啦，因為咧，俾人高啦。我哋 hold 住廿二廿三，唔撚上唔撚落。以我哋即係以坦白講，以史坦一開場就開10個波，邊有可能冇人嘅？冇人打㗎，係咪先？所以我哋要我西門決定要清人㗎啦。西門話唔關事啊。OK 好，我每過嚟，我每日捐兩皮，你收唔收得我啊？唔係你話你打最緊要打協力，係啊，最緊要打協力。係啊，因為而家有大部分嚟，得嗰幾個阿旭啦、Terry 啦、
跟住半進啦、台長啦、西門啦，跟住有個叫怡少嘅，我頂我同你啊嘛，協力點打㗎？佢唔協力，我跟住有個叫 I love 乜乜柒嘅，數得出嘅。協力點打你都要問嘅，睇翻個節目啦。OK， 好啦，嗱，跟住咧我哋就搞咗只啦，九十個，係啦，嗱，搞咗呢個啦，嗱，跟住你就見到我就會有多咗個覺醒嘅，係咪？死啦，係邊只咧？屌你求緊期琴啦，唔好撳啦，唔好撳。啊，呢只冇錯冇錯，呢只第一隻，我哋呢只嗱，咁我覺醒咗佢啦，好唔好？你肯定呢只。好啦，覺醒啦。都著曬啦。好，覺醒咗佢。只啦。咦 ？OK。下古獸進化。進化咗，咁俾大家睇下。加魯魯獸。好冇？嗱，跟住呢一個部分咧，就開始出現不停嘅不同嘅問題啦。嗱，首先講多次先。嗱，你記住，記住，我當大家冇睇過條片。我而家由頭過去講一次。好啦，嗱，咁你而家係咪有分別有兩隻人呢？係啦，嗱，有一隻咧就係覺醒咗嘅 SSR 嘅早田，嗯，係咪？一隻咧就係冇覺醒到你平時用緊嘅，誒，即係呢個啦，係咪？嗱，覺醒咗佢之後咧，其實你就已經見到個變化噶啦。譬如嗱，我首先我賣一次俾大家睇先，好冇？嗱，因為呢個我沉氣啲，驚大家唔明啊，係啦，即係語重心長，嗱。我未覺醒，誒、哎，呢只呢只呢只，有隻覺醒咗嘅。睇下，啊呢只，點解會咁樣嘅？你縮速啦，你縮速啦，淨係我淨係縮速啦，好冇 ？OK， good。嗱，我直接買呢只，我假設我直接買一隻原生 SR 嘅，你見唔到啊？右邊佢係話俾你聽，獲得一個金牌同埋一個銅牌嘅，牌見唔到？嗯。嗱，同一隻嘢覺醒咗隻 SR 之後咧。見到右邊好多啊，係十五個金牌同埋五個銀牌嘅。係 ，OK， 五個銀牌嘅。誒，換言之，即係我基本上我辛苦地含辛茹苦儲夠十五隻。你肯養？咁我咪就有一隻 IXXR 咯。係啊，嗱，你記住一樣嘢，你肯養，你肯養。嗱，記住一樣嘢，因為咧，就升噶啦。史坦覺得真係真心覺得嘅。如果你係入咗一個叫有人氣嘅工會咧，其實頭先所需要嘅經驗卡啦、覺醒牌啦，兩日搞撚掂，係唔會冇噶。因為好似史坦咁樣，史坦一滿咗睇就開場，甚至係爆波打嘅。所以協力嘅重要性就喺度咯。我打一百體，我可以分俾四個人，跟住西門開一百體，我又可以 join。嗯、我當你我哋好似養舅父養契弟咧，契弟乜舅父乜嘢都冇嘅零貨玩家。佢淨係打協力嘅啫，就做群腳仔啫。群腳仔，但係佢你只誒舅父，你只需要肯出席，你就只要贏到場波，係啊，你就要收㗎啦。贏一場都得，一場得付出努力就得。係啊，因為你唔使體力打㗎，你淨係入我哋啲場得㗎啦。OK， 所以咧變相就係你只需要，你只要你係驚抱住只腳，係啊，驚唔夠打係啫，抱住屎打只腳。輸波咧就冇乜都冇嘅，冇錯。我坐爆我只贊助，冇錯，抱攬住西門，總之西門一有體力就開，即刻入。點會冇啫？呢啲覺醒書，嗱，我就問問大家個叫做性價比啦。我哋有啲人好似台長咁樣，佢之前嗰個特價三十抽，都係 high 㗎。係啊，我都 high 啊。最大問題係你頭嗰有兩個，一個中兩個，一個中一個。但係調翻轉，我個 high 咧，我嗰十隻 SR， 我嗰陣養曬佢，食 Q 曬佢咧。我食咗一隻啦，而家食咗兩隻啦，因為真係有幾食幾啊嘛，你。我剩低嗰七八隻，我養 Q 曬佢上 SSR 先食，我都每隻十五金喎。你計計下自己。你啊嘛，你點死都點死個卅個波出嚟抽啦。你點樣都易攞，你打呢啲咁嘅輸，點樣都易抽過啲 SSR 哇！係啊，唔係佢哋卅石冇，唔係唔 high 啊，卅石係保證 SSR 啊嗰、那個。那個是保底 SR 啊！我唔係唔收人，我哋有人留咗位，呢啲好得卅個位嘅咋。係啊，放心，而家我哋清人噶啦。如果你係打協力嘅，我哋俾你入嚟嘅，冇問題嘅。OK， 唔使喺度抱怨嘅。嗰、那個一百萬 download 三十石抽，抵啊、保底 SR， 你差極都係十隻 SR， 你養曬做十隻 SSR 就唔係嗰個世界噶啦嘛。係啊，你 SR 升 SSR 嘅資源其實好少嘅咋。平噶、啊，平。平過你上 SR 好多。嗱，我俾你睇下頭先嗰啲養出嚟，所以咧你問我條片都我講到嘅，我只需要出席。嗯、我就一定有經驗值卡，同埋一定有提升覺醒嗰啲材料嘅、嗯。我啊憑一世嘅運氣啊，到而家未撚中林元三啦。
是不是啊？已經不好了，我還用那隻 SR 輪胎。你喂，你今晚換咗 SSR 卷抽嚟嘅啦。係啊，我搞埋佢。嗱，咁你見到咧？嗱，你見到史坦啱啱，我要做埋個動作先係啦。嗱，你見到啦，嗱，記住有一樣嘢咧，有今日有個巴打問我，我答咗佢噶啦。嗱，你記住，你覺醒咗 SSR， 你覺醒 SSR 好似咁樣啦，係咪？你覺醒咗啦，你用呢一隻咧去食技咧都有。你繼續。你用呢一隻去食技咧，係唔會將銀牌變金牌噶。即係譬如話，你上咗 SSR 之後咧，譬如我要強化呢啲招技，我就將諗住將呢個 SSR 食落去咧，我咪決定嘅，確定咗啦，係唔會因為你升咗 SSR， 於是你食其他嘢咧會多咗金牌同埋銀牌嘅。調轉調翻食，係調翻轉。你係食提升咗 SSR 嗰只。even 你用隻 R 卡去食 SSR 咧，都係有15個金牌嘅 ，O 唔 OK？ 呢個第一個問題 ，OK。第二個問題，平時除咗直接賣人之外咧，必殺技強化咧係都可以攞到呢個嘅優惠嘅，係啦，因為係一樣嘅獎牌數目。係啊，咁譬如話呢個速啦，簡單啲講，你消耗咗隻 SSR 啫。係啦，譬如話我隻 SSR 啊嘛。跟住我又提升佢招 B 技啦，係咪？跟住我就將 SSR 食落去，跟住撳 confirm， 你見到我係有15個金牌